那什么关系呢？你是，你想我今年我都快27岁了，对吧？我是不是我应该独立起来了，对吧？不然叔叔阿姨们又得说我还个小朋友一样。对，你要不要帮个忙嘛？你想愿不愿意帮我嘛？叔叔阿姨们左上角的福袋咱们参与一下，然后下边的那个预约一定要参与一下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去点一下预约。 可以找你姐姐呀，找你朋友呀，找蓉姐嘛。那不行。嗯，他是。你一定要分出来吗？不分出来不行吗？要分出来。为什么要分出来？因为我都那么大人了，走呗，我们走上去。嗯，我都那么大人了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咱小夫都这么大人了，然后也不能老是吧，在家里边，对不对？ 金子他不懂，所以说叔叔阿姨们要给他解释这个，就看他帮不帮我这个忙了。金子，就看你自己来考虑一下，要不要帮我这个忙了。这边都是小孩挂在自己父母的户口上，我挂你那边，我又不是你小孩。以后你不是我小孩，以后会有小孩的呀。等一下。<笑> 那个户口是结婚了才能签在一起的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吗？不结婚也可以吗？这个我来办嘛，你把你的户口本给我，我来办嘛。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一下。得问我爸爸才行。这个可以的，来走，先上去，这儿斜坡。刷一半，参加一下福袋，然后点一下预约，好不好？我计划的是14号，到时候。 给安排一点惊喜吧，我不知道我这次回去这个事儿办的会不会顺利啊？如果说顺利的话，那就行。什么事情？不要去偷户口。<笑>你不要恋爱脑嘛？我哪里是恋爱脑？叔叔阿姨们，我是恋爱脑吗？恋爱脑的扣一，不是恋爱脑的扣二。你不要去偷户口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不要给福哥出主意，什么偷户口都来了。 这种叫做偷来的户口，它是不好的。嗯，偷来的那个。你看他们都知道我是头脑特别清醒的，然后去，那你还说什么顺利不顺利的事情？顺利还有其他事儿呀？你10号回来，你那么久啊？10号，今天是8号。啊。还有6天。 啊，星期啊，对呀，去那么久，对呀，怎么了吗？可不，嗯，没事，走吧，我们去摘橘子，这样一摘这样2桶，然后给那个你们公司里面还有阿姨他们带去，应该够了吧？可以，够了，够了。 哇，什么？听到什么响了没？啊，那里有飞机，我弹到云层里面去了。看不到了是吧？嗯。小夫就会哄你的金，宝贝金子。<笑>叔叔阿姨们，那个我想吃那个橘子，金子。我去自己去摘好吧？我去吧。你去吗？<笑> 哈哈，你笑什么？叔叔阿姨们可以点一下预约，好不好？咱们点一下预约呗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大家一起见证一下，好不好？见证一些东西，见证一些事儿。就是叔叔阿姨们先去点一下预约，然后参加左上面的左上角的福袋。肖总你好，肖总。谁？我一个朋友。 那个，我明天回成都，看那什么，咱们后天约一下，行不行，肖总？听到了，扣个一。哦，就是你们一起办事儿的是吧？不是，我一个朋友，很多年的朋友了。哦。我和他谈点事儿。可以是吧？那就咱们就11号，咱们到时候来我公司吧，来我公司，咱们一起喝茶。 我看明天9号，10号吧，10号行不行？肖总能听到吗？<咳>可以哈。
那就十号吧，那明天后天晚上吧，后天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，好吧？我待会儿我请你吃个饭，待会儿我带上我的老酒。金子很单纯的，你不要逗他。我没有逗他，我要回去办个事儿，知道吗？叔叔阿们，你们应该能猜到我要去办什么事儿，对不对？是你工作上的事还是什么事呀？嗯。你工作上的事。也不算我工作上的事儿，不是你说关于我的，嗯，你回去办的事是关于我的，嗯，腊肉，不是，肯定是腊肉，不是，是不是肖总要我买我的腊肉呀？肖总你没见过，啊，对呀，你就刚也是一个，嗯，跟我年纪差不多，他可能比我小点儿，嗯，然后他也是特别优秀的一个小伙子。然后我到时候回去找他坐一下聊一下天，因为也好久没见了，准备和他沟通一些事儿。帅们，那个咱们先点点关注好不好，然后一起点点那个福袋，然后点点那个预约好不好。帅们，你们点了预约的咱们扣个一好吗？你热不热呀？我有点儿，感觉有点热呀。我还好。要不要脱衣服给你拿？我不用脱。好吗？嗯。那个月月，月月姐姐，您认识肖总是吧？您认识他吗？我们很多年的朋友了。同一个吧。是不是同一个呀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。你的朋友怎么可能直播间里面认识呀？他原来他在深圳那边发展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哦。他前面是在深圳那边发展，然后，前段时间，前两三天吧，嗯，然后聊了一下天，然后他说他回成都了，然后所以说我说。他的事业做的也挺特别好的吧，然后我就说到时候，向他请教一下，向他学习一下。卖酒你不是已经是好的了吗？还有比你好的呀？不是卖酒。啊、他不是卖酒的。他的酒都是在我那儿买的。啊，他在你那里买酒呀？啊，就是你的客户呗，他就是你的客户是吧？也是也算是客户，但是第一个身份应该不是客户，应该是哥们儿。哦，是吧？哦，他在我那儿，他在我那儿每年都得买个，我看，去年买的，我看今年2023年买的不多，嗯，可能买了1200万吧。买酒买那么多？啊，买那么多喝得完吗？他朋友也多呀，他送人呀什么的呀，哦，送一些领导呀，送一些，对。哇，这个频道好大。如果是同一个肖总，小付可以向他了解。不是这个肖总，你们是都认识吗？还是什么呀？不是他这么出名的吗？啊？是吧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是我一说肖总，他们都认识的吗？刘广娥阿姨说肖总，月月姐姐，肖总有时候也开直播的。春天阿姨，你们说的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？富哥的朋友怎么可能会开直播呢？应该不会哦。你的朋友在开直播吗？我可不可以不说呀？可不可以不说？啊！又有飞机，你看天上有飞机，在那儿是吧？对。看到了吧，叔叔阿姨们？看一下，可以看到飞机。参加福袋啊，叔叔阿姨们参加福袋，然后点预约啊。嗯，看到了啊。那你平时喊他喊什么吗？也就肖总吗？不是啊。那你平时喊他什么？潇潇。你平时喊他潇潇。对呀、啊。哦。然后现在他的事业也做得越来越大了。然后就不能这样喊了是吧？然后不是他，就是我们，你知道有句话这么说的啊。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，人抬人。他叫我叫副总，我必须得叫他叫肖总。他叫我叫副哥，我就叫肖哥。他叫我叫小副，我就肖肖。哎，就哎，就咱们哥们儿吧。嗯。
搬，我不知道他搬过谁没有，但是我和他特别熟。说俺们那个福袋开了啊，福袋已经开了，你们中了没？那个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给我给咱们点个预约。小付，再给大家发点福袋，好不好？大米不断。你，嗯，可不可以不去那么久呀？不去那么久吗？对呀，六天。我九号明天走。我还买了一些东西。我没跟你说，买了一些东西。我叫人去帮我买了一头牛。买一头牛干嘛？还买了两头猪。不用，那你给我买的，不用。不是给你买的啊？我不是。那你买牛买猪干嘛？我那个，哇，那个牛不养猪呀？不是，不放牛不养猪，你赶紧去把它推了。我外婆家里面有牛，你买牛干嘛？不是。还有那个猪，我已经在做拉猪，拉猪现在你朋友订的2000斤已经够了，你怎么又买猪？不用买猪了呀。你不要。你去给他。你不要着急。在哪里买的？我们去退了。不能退了，已经嘎了。你把它嘎了。嘎了。你想吃牛肉吗？不是，我是准备。回去要办事儿嘛，我准备拿点去送人，因为我怕我跟你说你，我怕你去把那个外婆的那个牛拿来嘎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就没跟你讲。你是把它嘎了，然后拿去送人呀？对对对。它不会坏吗？今天这么热。不会坏吧？这边没有冷链呀。我安排那个小助理去弄的。我到时候我明天拉回去，他想办法嘛，他这个这边没有冷链车，这不用担心嘛，我那我今天晚上就走啊，那就只有今天晚上就走呗，那容易坏的啊，它不能放了它容易坏啊，不会坏的，他是他我小助理说，他说他用那个冰袋来放在旁边就可以了。那你拿去送人的是吧？肖总是个做大事业的人，肖总他人很不错的，我和他认识很多年了，然后他回成都了不是就联系我了吗？肖总人不错。结婚，他们说你拿回去结婚的。我结什么婚呀？他们说的。我吗？不是结婚。你们结婚要嘎牛嘎猪吗？不嘎呀，我拿来送人的。过年送人是吧？对，我拿来送人的。送新鲜肉啊！啊，你们这边的猪肉，我们成都买都买不到的。嗯，我第一次还说送你送新鲜猪，送一头一头的猪，一头一头的牛，我还第一次听说。可以啊，叔叔们，那个咱们点个预约，然后再去参与一下福袋哈，左上角的福袋，大家预约弄起来好不好？六天呀、啊。啊。那到上面我给你说点事吧。说什么事儿？到上面坐下来再给你说。坐下来再说嘛。然后六天，好像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这么久过哈。有吧？上一次。没有吧？上次也没有那么多天呀。没那么多天。对啊。你会不会想我呀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金子会不会想我？会的，咱们扣个一好吗？潇潇帮助了好多人是吧？对，他人不错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帮助过一些谁。既然你们对他的评价那么高，认识的又不是同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，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。对啊，那姓肖的人肯定多得很。对啊，他是姓肖还是叫肖啊？姓肖。他姓肖啊。那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？那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。对，有可能不是一个人。对，有可能跟你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，是吗？对。小凤，你不带金枝，金枝又想哭了，会哭吗你？你看着我。没有，我不能去。我说不带我真的不能去，因为妈妈最近感冒又严重了，妈妈又严重了，我可能今晚上。去陪他，然后明天可能也会在那里照顾他，因为家里没有猪了嘛。
所以说就不用住在那住在这边了，我可能也会长期住在我妈妈那里。啊，嗯，我上去，我也有事儿跟你说。你也有事儿跟我说。对。看你表现，你表现好的话，我表现不好，你不要总是这样跟我说，你不要跟我说我表现不好，我表现不好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金枝表现好不好？不好。好的，咱们打个好。不好。啊，哇，5000多个人呢，什么情况啊，叔叔阿姨们？为什么会这么多人？可能大家都知道你要走了，都在为你开心。为我开心啊？很多叔叔阿姨都说让你赶紧回成都呀，他们肯定不希望你再下来了。不信你问他们。我不问。好，他们说你表现好，说你很乖。那我早一天下了吗？早一天。嗯。你如果再乖一点，我就再早一天，好不好？什么叫乖一点呀？乖一点就是你要。但是我平时还不够乖吗？我说的需要你跟我提出让我乖一点。我说的乖是什么？就是你每天要开开心心的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然后每天要开开心心的，那个就叫乖，对不对，叔叔们？对的，咱们扣个一。早一天下来，我就早开心。啊？早点下来早开心。但是你说乖，我是一个农民嘛，我肯定要干活，我肯定要做事情，这些不可能说不乖吧。也不能说让我少干活。如果说我没在的时候，你跟叔叔阿姨们直播的时候，你也要开开心心的呀。你不在，我就不跟他们直播了。啊？不然他们总问我你的去哪里了，我会难过的。我今天我跟他们说了，会有黑粉说，哎呦，你的富哥不会下来了。他们这样说，我会不会的难过。我跟你说，叔叔阿姨们会保护你的。叔叔阿姨们，那个，如果说我没在的时候，金枝给大家开播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保护他？会的，咱们打个会好吗？我就是有黑粉肯定会说富哥不会下来了，然后就会弄得不高兴，然后到时候我不高兴了，叔叔阿姨们也会跟着我不高兴。哇，这么多阿姨叔叔都会保护你，你看是吧，他们也其实他们也想看到你开开心心的，我也想看到你开开心心的，那你不开心那你就叫不乖。我的宝贝乖不乖我不知道吗？他就是不怎么乖，叔叔阿姨们都觉得他不怎么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老是不自信，这个就是不乖。哇，好累啊，今天爬着。累吗？啊，真是有点热，天太阳太大了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想不想听那天我和金枝去参加那个婚礼是什么样的表现？想不想听？想听的咱们公屏扣个小一。还好叔叔阿姨们，但是我还好去劝住了，不然的话富哥就直接在那这样了，知道。然后他可能就他就不知道这样子，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。你们知道他什么情况吗？还好有我，不然的话还好有我富哥一口都没沾。因为我们彝族里面太热情好客了，知道吧？你们知道吗？当时那个场面，哇塞，我感觉我就是人群中最靓的仔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有点膨胀了。哇，来，哎，就是人家说话也特别好听，就说，哎，远方来的朋友，怎么怎么样，然后一人一瓶来，就是咱们喝个什么121什么的。我当时我不是特别懂的吧，我就拿着我就准备干，金说不行，富哥你这不行，你喝了第一个过后，你后边你就收不住了，后边还有10多个。对，你喝个。你可能你以为就是喝了一瓶就不喝了，其实如果说你只要开了先例，他后面肯定会说，哦，你跟他喝了，你就不跟我一起喝，然后他们就会不高兴，所以说我就让富哥一口都没喝。叔叔阿姨们，那个咱们去点一个预约，然后去参加一下福袋好不好？那金子，嗯，那我考虑一下我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如果说顺利的话，我把那个户口本偷到了，我就早点回来。我回去办几个事儿，你在逗我，几个都是比较重要的事儿。你在逗我，你根本就不是去拿户口本啊，你是去找肖总的。肖总是女的还是男的？女的。啊？女的呀。女的吗？啊？
怎么啦？没事。结婚了吗？没结婚呀。没嫁人呀。没结婚呀。没有呀。好吧，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。也不算从小一起长大，认识好多年了。从小长大的那种叫青梅竹马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叫万年之交。那个战友的女儿就叫青梅竹马。啊，那个算青梅竹马呀。那为什么要跟青梅竹马结婚呢？结什么婚啊？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女的，对，女的。你让他下来呗，我招待他吧。啊，女孩子要我去招待才好嘛，你招待不好呀。我你把他喊下来，我招待他，我给他改一只小猪给他吃。哎呀，我安排，我去和他，我去和他叙叙旧。女孩子跟你差不多大就已经是总了，小总就是一般是老板才会喊总哈。对呀，他生意做20多岁就当老板了。对啊。好厉害呀、啊！你把她喊下来嘛，我跟她学习学习嘛。她是女孩子嘛，对吧？啊，我跟她学习学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啊。说艾玛，你们点一下预约，然后再去点一下那个福袋，好不好？嗯。小富逗你玩的，小富没有逗你玩呀、啊。是不是长得很漂亮？还好吧，挺清秀的。你喜欢的女孩子就是清秀的啊？不是啊，是艾玛，你们觉得金枝长得清不清秀？清秀的，咱们扣个一。我不跟别人比、啊，我不清秀。我没有说你跟别人比啊。不好看，也不清秀，也不。金枝清秀。我不清秀。你说我喜欢清秀的女孩子，我你清秀呀？是叔叔阿姨们说的，说你喜欢我是因为我比较。那个叫什么？不是清秀，是清纯吧？单纯。嗯，然后把你卖了，你替我数钱那种是吧？啊，快走，到顶了。你看，都觉得你特别清秀，有没有金子？发现没有？啊？叔叔阿姨们，还有那个，我还有个事儿，叔叔阿姨们。你们想不想知道那天我和金枝遇到了他的表妹，然后小夫是如何应对的？想不想知道？想知道的，咱们打一个一。岔开话题，那个女孩子。谁女孩子呀？你的潇潇。哦，难怪你喊她很潇潇呀，原来是女孩子呀，喊得好亲切呀。哎呀呀呀呀！不是，叔叔阿姨，你们都想听那个我那天和金枝一起碰到他表妹了，然后我是主动出击的，知道吧？我当时我就是，你们要不要我表演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？啊，叔叔阿姨们，要不要我表演给大家看一下？要的，咱们打个要。走，金子，我先给大家讲一下那天我们遇到表妹我是什么状态，要吗？要哈，当时我和金枝我们开车去的，到了过后我就看到那个秀罗了，我就叫他，我说秀罗，哎，他也哎富哥，我说你不能叫富哥，叫姐夫，然后他就旁边都是人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显得很尴尬，我说你都姐夫你都不叫了吗？啊，他就好像有点下不了台了，然后他就叫姐夫，我说嗯妹妹乖啊，以后。我叫你姐姐多给你买糖吃。这是在哄小孩一样。啊，这哎呀，妹妹嘛就是小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叔阿姨们，你们几岁了？你觉得二十几岁也是小朋友呀？是不是啊，叔阿姨们？咱们作为姐夫的，这个这样去哄妹妹是没有错的吧？对不对？对的，扣个一。金枝不高兴了，一说是女的，怎么了，金枝？没有不高兴，是本来就他在认识富哥之前嘛，又不是我认识他之前，所以我为什么会不高兴？如果说富哥在我后面认识女孩子，还喊人家喊潇潇、倩倩、萌萌、梦梦，这样我就会不高兴。但是他从小就一直喊他喊潇潇。我们公司里边真有你说的倩倩，也有 T
婷婷也有。你都这么喊他吗？梦梦也有，真有。你喊我喊什么呀？我喊金子呀。不是，我说我们公司有这些人，他们叫名字就是这个。对啊，真有，我不骗你啊。怎么了？福袋要开了，帅们赶紧参加福袋！哇塞！潇潇有男朋友吗？潇潇没有男朋友呀。你那么清楚？没有呀，我知道的呀。我这两天，前两天我和他一起聊了天呀，聊天了。杰杰，恭喜你中奖了啊！中奖了的一定要点个关注，点个预约啊，叔叔们！以后只要那个金子开播，就都给大家发福袋。然后叔叔阿姨们讲，我自己开了，我没有福袋发。我你发呀，你发了，然后我安排我朋友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我把手机都给发出去了怎么办？发出去就不知道怎么发。这上面是写大米，然后写热水器。我一会儿教你。我能不能写个手机？不行啊。不行吗？不行。为啥？下午好，雪中梅阿姨。到时候把富哥的三个手机给大家发出去。我四个手机，还有一个。四个手机。对。把四个手机给大家发出去。潇潇没有男朋友。你是他的男性朋友。咱们是哥们儿。女孩子怎么会是哥们儿啊？没中再参加一下啊，一定要点预约，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点预约，不要错过咱们金枝每一场直播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对，一定要预约。我看直播间这么多人，7000多个人，咱们都预约一下呗，点一下那个预约，我重新给大家谈一下，好吧？然后到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吧。金子，哎，你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吃醋了呀？知道说啥？叔叔阿姨们，那个金枝是不是吃醋了呀？是的，咱们扣个一。没有，我跟你说一下。啊？没有。坐一下。坐啥？咋了？坐一下。咋了？我坐这个桶行不行？行。我坐这个桶。这样做行不行？他们问我，就他们都说我金枝聪明，不会吃醋的。你看到吗？然后他好像没听明白，不说了。其实金枝还是挺可爱的，你喊芝芝就好了。芝芝，不要。啊？这儿有点晒，这儿是啥？桃胶啊。你就这样啊啊！你给我吃吧。桃胶这样不能吃。这儿好热，好晒呀！我们要不要找个阴凉的地儿？的影子。要不要找个阴凉的地儿？这里没有阴凉的地方。有吧？就那下面有竹林那里。我看那边就背阳光呢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吱吱。这里不背。金枝心里边有点慌神了。没有。你好几天不回来，金枝没有底气。哎。你没有没什么没底气啊？你不是说上来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？啊？不说。宝贝，你说吧。啊，不说。宝贝，你说吧。不说。说嘛。说嘛。我感觉不用说，有人会帮我做那些事情。啥事儿呀？什么事儿能帮你做了呀？女孩子都很细心的。所以我就不用担心了。谁哪个女孩子细心啊？你的潇潇啊。啊？女孩子都很细心的。不是，就不用我说了。你，我坐那儿有点背着。不是，我问你。嗯。你觉得潇潇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和他是哥们儿呀。能把女性处成哥们儿也。谁说她是女的？我说过她是女的吗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全程都在看直播，小富什么时候说过潇潇是女的？你又在这里扯叔叔阿姨们，刚刚我问她是女的还是男的时候，她说是女的，对不对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是不是叔叔阿姨们？她是不是说了？从来没有说过。你们我没有说过的，你们扣个一。我说过，咱们扣个二，对吧？
我说过她是女。你说过，你说过，她明明就说过是女的。我就没有说过她是女的。说过，你看说过的扣一，全部都是说你说过。你说过她是女的。没说过的扣一，说过的扣二。你明明就是说肖总肖肖，我问你是女的还是男的，然后你说女的，我是问她有没有男朋友，你说她没有男朋友。她没有，她是没，你的狡辩，她 是没有男朋友呀。你的狡辩。她是没有男朋友呀。你说了，好大的桃胶。叔叔艾曼，我在狡辩吗？我明年那个桃，这个桃树上的桃胶出来了，我把它弄下来拿来卖吧。这个桃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啊？可以啊。卖点桃胶。可以啊。因为我这里桃树太多了，弄点桃胶下来卖。因为他是男的，所以他没有女朋友呀。对呀，我没说错呀。但是你说了他是女的。我没有。所以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没有说他是女的。那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啊？那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他是男的呀。你肯定是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又在骗我。我这么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你肯定又在骗我了。给他打电话，叔艾曼，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我让金枝自己来听一下这个声音。你肯定又在骗我，说他是，说他是那个。肯定在骗我。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那个可以的，咱们扣个一。我让喂，那个有个事儿跟你说，我女朋友她说那个说我们俩那什么，你说个话给她听好不好？你干嘛？你怎么旁边还有个女孩子？你干嘛呀？啊啊！没有，我女朋友那个她。我他那什么，我刚刚在说你，我说我不是回成都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吃饭嘛。然后他说这个潇潇是谁，他就一直在问，他问我问那什么，问你有没有女朋友男朋友，我说没有男朋友呀。他不信，他以为你是女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这个名字听着像女孩子是吧？你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你肯定不是给他打的电话。你自己看是不是？潇潇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是这个潇呀，我以为是那个吹箫的箫。啊，你在成都是吧？哦，在外边，马上回成都是吧？那个，到时候咱们喝一杯。可以啊。行，那我十号嘛，九号我有，九号我回成都，十号我约你，然后咱们好久没见面了，一起见个面好不好？先喝茶还是先喝酒啊？先喝茶嘛，然后再喝那什么嘛，好吧？好。那行，你先忙啊，然后我回成都了，咱们再联系。嗯，好。好，拜拜。嗯，好嘞，好，拜拜。嗯，好。你看吧，尴尬了吧？啊，妹妹，是不是尴尬了？是你在逗我，刚刚。啊。叔叔阿姨们，刚刚是富哥在逗我，对不对？明明他就。我男子汉大丈夫，明明就是想看我什么反应。我男子汉大丈夫，我走行得正，走得端，对不对，叔艾曼？我是不是？他是不是个小孩子呀？我怎么听着有点像小孩子的声音？不小了，不小了，不小了，不算小孩子。那声音可能比较听着相对要那什么。叔艾曼，咱们点一下预约好不好？点一下预约，然后去点一下福袋，好吧，叔艾曼？醋坛子又出来了。金子，你不是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？你现在可以给我说了，没有女孩子管我。那你答应我几个事情？哎，那对了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嗯。那小助理他也在管我的生活起居，为什么你不吃醋呢？啊？因为我知道呀。因为他结了婚。对，因为我知道呀。哦，本来他是你的助理，肯定会，他也没有管你什么呀，他也管不到你。他如果能管到你的话，他是谁呀？肖总的女朋友叫小鹿，我没听他说过呀，我没听他说过，是不是？哎，叔叔阿姨们，是不是咱们说的是一个人呀？
我那朋友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一个人呀？他们怎么知道？又没见到。啊，对对呀、啊。又没见到他们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你这样问他们，他们肯定不知道呀。不是一个人哈。嗯，会说不知道。对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他们说不是一个人。不是一个人。啊、是一个人。不是一个人，我说他是一个人，他不是一个人，我说他是一个人，是一个人，对，他是一个人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你对呀、啊，刚刚你也没给他们看照片，然后，金子，你能不能答应我几个事情、啊？我跟你说。我和他很久没联系是什么？因为他在外边发展嘛。然后我不是那天叔叔阿姨们都说支持你做什么电商，我不是发了个朋友圈吗？他做电商的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电商的啊。他说问我在成都没有，我说我没在成都。他说你是要干嘛？你是要转行了吗？那他说我说不是啊，怎么了？他说那转行了我以后买酒找谁啊？我说我不转行呀、啊。你说如果假如他们说是一个，有的说不是一个，我也不知道，应该不是一个吧？那么出名的吗？他有他那么出名的吗？他现在他这么出名的吗？叔叔们，有肖总的微信群，我们也有微信群，哎，对，有入微信群，你们要不要入微信群呀、啊？我们也有个微信群，你们要不要入群？给你们三秒钟截一下那个群的二维码，你们自己扫进去哦，叔叔阿姨们可以自己扫进去，有那个群里的二维码，你们入没入的扣，如果没有入想入的扣个一，然后入了的就没事，然后不想入也没关系，那个群里面有副哥有我，就你们随时有时候联系不上我，联系不上副哥，你们就可以在里面找我们。不会截图，联系电商，联系那个客服，好不好？我给大家截个图吧，好吧？对，三秒钟，我只给大家露三秒钟截图，这光线太强了，会被反光看不到呀。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在哪儿去了那个？哎？嗯？哎？嗯？这儿，帅哥们，你们截图啊！5、4、3、2、1，截图。好了，你是打哦？好的，那个杨叔叔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你说。你答应我几个事情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见证一下。我接下来所说的，你们要帮我一起督促一下富哥，好不好？因为他马上要去成都了嘛。然后我想给富哥说几个事情。第一个事情，你说，不能喝酒。我请人吃饭，我不喝点不行啊？那我少喝点行不行？我喝一年。他们都说不能喝。叔叔阿姨们说了算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了算。叔叔阿姨们，我能不能喝？能喝的扣一，不能喝的扣二。不喝不现实。对，不能喝。阿姨们都说不能喝，叔叔们都说少喝一点。扣二的都不能喝。可以适量，少喝点哈。然后要不我就这么说吧，我说我女朋友不准我喝了，我说我那什么，我这以茶代酒。他们知道你有女朋友吗？我不是刚说了吗？你说他呀？啊，不喝哈。哎呀，我脚麻了。第二点。第二点。你。就是叔叔阿姨们，我说的这个问题哈，你们在中间做个参考，然后你们来决定让富哥听还是不听哈。第二点就是你每天必须给我打个电话。
这个可以，至少一个电话，不是说只打一个，是最少一个电话。这个可以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咱们扣个一。对，就是每天至少打一个电话。说我们要孩子了，不能喝。谁说的？叔叔阿姨们，赶紧参加一下福袋，还有30多秒，然后先去点一下预约，然后再去参加，那样几率更高啊！点一下预约啊！点一下预约，然后再去参加福袋，可以是吧？很多叔叔阿姨都支持哈。还有一点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熬夜啊？我吗？好。好吗？好。不要熬夜。好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还有一点我就不说了，等一下我不能管你管的太多了。还一点，他们已经帮你说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恭喜那个慧宁姐姐，您中了一个福袋啊！那个福袋里边是一袋大米，然后你们填地址就可以了。然后叔叔阿姨们，我又发了一个福袋，你们去参与一下，先点一个预约，然后去参与一下福袋，好不好？先点一下那个预约，对，点一下那个预约。还有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就不说了吧。等一下说，你怎么一个男人在外面，你还管这个管那个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帮金子说，我知道金子想说啥，你们帮金子说好不好？刚刚有一个李姐姐好像说，已经前面已经说出来了，来再打出来一下，金子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可以看美女，不能去见其他女孩子，是不是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没有猜到？猜到了，咱们。